当你输入目的地之后，导航系统可以提供不同的预设路线选择。在地图画面里面，将控制器向左拨一下，在左边选项中选择路径，画面上就会显示各种预设路径选择和行程的附加资讯，包括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，所需的收费和耗油量比较。除了预设的推荐路径之外，还有最短路径 Eco Pro 和避开收费路段可供选择。其中 Eco Pro 是比较节能的路线，附加资讯中会显示这个路径比推荐路径所节省的耗油量。以这条路径为例，就可以节省 31% 的耗油量。选择路径之后，地图画面上就会显示新的路径指引。